憨厚可爱的柴圆圆来了。柴圆圆，把他的马打。你做什么？柴圆圆这一步很重要，不能随便。不过正好想到这儿。柴圆圆，你这个棒子冷静一下。行，绝密内情曝光。难道柴圆圆就是当时打赢我的那个爱吃包子的神秘人？更多精彩，请看《哈小浪之星域大冒险》。